今天在信义区，我今天要去 W Hotel 去看一个展售会，像很念起来很像 Samsung 的，它是一个法文，但是它是台湾的设计师，它拼法是 Sevison，S-E-V-I-S-O-N， 念起来像 Samsung。那就在位于 W Hotel 的十楼 ，Let's go。好，我们到了 W Hotel 喽。去看一看它的活动在哪，感觉蛮有趣的、酷。这十楼有个展售会，直接上去是不是？啊，可以啊，直接搭电梯上去。啊、好，谢谢。Charging service only. Please make sure the phone while charging. Please return the keys after use. Charger 500 should be applied if the key is lost. 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那衣服都超酷，就像雪一很有型，就那颗可能就放点水。可以拿个饼干吗？啊，好啊，带了吗？谢谢。不需要水吗？好啊，有点渴。我们试一试。那我的手位让他走过来。没最厉害，那个草莓你自己做的，这个是独一无二、无法取代的，而且还钉针在上面。谢谢。我老师说真的，你做饰品，你可以做个品牌，你可以出个饰品吧。嗯，到几楼啊？他等下。哦，你们？你们要出去办事？要吗？要这里？哦，从这边下去吗？哎，我刚刚直接。哦，对，他刚刚是先。哦，对。我刚才在这里哭等，都不知道找谁，没有人，我还问柜台。他身上没有任何 service 人，他只有一个口罩，是小小的。我问整个大厅都没人知道。对，啊，不过因为我们一走，然后他可能就觉得我们可能是，所以就走过来问我们。哦，对，如果是我会主动找你，我这种就不会主动找。没有，可能他就觉得，他也比较亲密。哎呦，下次我要穿怪一点。对，就直接一看是这样的机会。对，对我买了一些奇怪衣服，就是这件常来穿。都搭在身上，好笑。谢谢，第一次进来。